看来农村大炕啊，昨晚上睡在这里。好的。挺好挺好。就是你家这窗户呀、啊，一刮风扑棱扑棱扑棱的。不是这窗户，外边那个迎风器那玩意儿，迎风机那玩意儿。那我还没睡醒呢。现在早上是几点呢？6:16，6:16分，昨晚10点睡的。外边这大雾老大了，外边全是雾。睡得好吗，老婆？睡得好吗？啊？真的好。梦鬼梦我打你，为什么梦我打你？真打我？我没有打你。这开始摘下他的小辫儿，开始疯了。你摘他干嘛？嗯，摘了疯子一样。你放着吧，你摘他干嘛？嗯哼，冷不冷？昨天？没有冷，冷没有没有没冷。哎呀，现在是地下烧小火，小火坑，哎，看着雾，看着没，咔咔的，看着雾。烧水。一个洗脸洗头就往市里干了，市里走了。看、啊、这大连炕还叠被了。哎呀，看这的小孩还没起来呢。你配合我拍视频啊。给你管这些四个饭，反正跟你学拍视频的，给你整个你也加门碗那个拍视频的机器。嘿嘿，看看，一会整点小蘸酱菜，哈哈的，哎，挺好了嘛。看，最爱吃的蘸酱菜，嗯。这我大姑很勤快的。起早贪黑的，干活也细致。对呀、啊，在还谈啥呢？你不去牙卫生吗？去。昨天这嘎我大姑给我整个桶，这嘎的，昨天这里有个桶，啪啪啪，就是里牙卫生里面。你怎么拿走了？晚上。你去呀。对，我去了。我知道。去了。就看看热乎，昨晚上热乎的。睡着了还行。就是外边一刮风，阴森森的，这害怕。雾风是吧？雾风，然后还有什么鸟叫唤？就那个什么，什么鸟。那叫唤，大半夜的。那是换窗啊，就喷雾，想要原先那个定格的雾，不一是跑拉拉，雾崩崩的。是昨天，想想啥？这地方如果俩人住，有点阴森森的，有点害怕。这是属于最高的地方。冻的。刷个牙，拿矿泉水。走吧，衣服穿上，去厕所。刷个牙，娘亲，那衣服不要掉牙卫生啊。衣服不要有粑粑、啊，嗯，
这衣服因为衣服很长，哼，冻的哆哆嗦嗦的。上咱这个大旱厕，哎，我一会儿我得洗洗洗，冷吗？像个小袋鼠一样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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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着雾。这叫厕所。老哥，你帮我去看有人吗？没有人，有人吗？有厕所有人吗？没有。有人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衣服不要掉了啊！这个厕所，看这雾。哎呀，这农村的这小生活就这样。啊，早八晚五的，哎呀，看，就这个样子嘞。晚上的时候住真的有点阴森森的。哎呀，起来的比较早，到厕所，这厕所还行呢。出来就最愁的就是这个厕所，最愁的就是不能洗澡，上厕所是这种大旱厕。这个季节还行，如果要是夏天，里边大苍蝇、绿豆蝇还有长蛆，我说的有点恶心呢，对不起兄弟们，更恶心，更那啥，更难受，还有味儿。这个冬天是最那啥的，冬天是最干净的，你一下它冻成冰的，别掉了啊，衣服上不要沾亚卫生呢。还是冷，这出来了。狼，快快快去吧！哎呀，这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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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冻出来了，确实冷啊！哎呦，哇，洗脸吗？洗脸吗？洗脸吗？洗了。你洗了？洗了。这有热水，用热水洗。你不洗了？还洗吗？他拿矿泉水洗的，用矿泉水瓶洗的。哎呦，爽吧？爽吗？我先做咖啡啊。你做咖啡 ？OK， 给我做一杯啊。做咖啡去了，给我大，给我大姑做咖啡。喝咖啡啊，哎呀。五要热水吗？对不？到了非得给拿咖啡，他那个咖啡是他妈特意从他那个他家就种咖啡的嘛，是百分之百咖啡的，有那是百分之多少咖啡，然后添加这个添加那个的，他这咖啡粉磨好的是咖啡粉。没有 WiFi， 去那里 WiFi 走。他用的加速器，要不他这个换一软件，需要糖还是苦的？要糖，他们喜欢甜的。大姑，他给你做咖啡，你要苦一点的还是甜一点的？我不喝那玩意儿。尝尝嘛，尝尝。出来要甜的，我可不要。甜的。哼。那什么卖烟？在哪里做？在这里做。开水在哪里，大姑？啊，开水在。嗯。开水我还烧开呢。
得烧开喝。在哪里开水？那我有水吗？人家补，人家煎的吧？对，先抢一下杠子。这个就先抬一下。先要水吗？凳子吧，水热。给绳子吧。水热。先给蹬起来。那头上大姑正给弄的。累的，越强越累的。这得大姑给你先烧，等你得等一下，好吧？等一下，老婆。等一会儿啊。洗了吗？那个杯子。洗了，洗了，洗了。洗了，洗了，要等一等啊。这这这，嗲嗲的，冲咖啡，给你们冲咖啡喝。你还吃那个什么吗？武汉还有吗？还有草莓。啊。快吃吧。我又再给你买啊！哎呀，不知道咋忙活了。那个做什么？那个做饭呢？哦，对啊，大吗？你们越南没有吧？嗯，两个大锅。咱越南没有这种大锅，这大锅做菜很快，大。小小做菜慢，懂吗？我们人多，你看弟弟吃厉害，一个人可以吃五个人吃，啊，如果有小小的，就不可以吃了。你就得啥呀？我吃俩，你吃几个？我吃一百。我弟弟老能造了，干肉能干20盘子。然后自前两天我们吃火锅，自己干。干了十几盘肉还没咋地，就干了一大盘炒饭。哎呦我去了，当兵出身，烤上火了。现在，哎，洗完脸刷牙，水烧开了，这里水，走，我帮你拿吧，走吧。小滴溜咖啡坐起来，哎，喝上一杯啊，很舒服的。那尝尝，大姑喝过咖啡没？没喝过。白糖在哪里？大姑你找着。我大姑还没喝过咖啡呢。这个有糖吗？那现成。啊。那你整有糖的吧，这是现成的三合一的，它那个勾兑好的，那个是没有糖的。先喝水啊，还涮一涮。这个银子感。冲上几杯，来糖了，来糖了，涮的还挺仔细。这头啊，啊，一顿吹。哎，为什么喝那个就可以了，这个就不要喝了？食堂做。好吧，你看着弄吧。你看着弄吧，我不管了。看哪个好喝，他两个都冲一冲。那我还是不算太喜欢合成的，不要很苦啊，他们喜欢甜。
嗯，你未必在这儿的等着喝呢。你说吗？这小滴了咖啡，现在就在这嘎达滴滴溜溜，滴滴溜溜，滴滴溜溜，开始滴不上。嗯，很认真的在这冲，干活慢腾腾的。现在开始上菜了，啊！这个菜啥名字？给我查查。看着没？这是小二米粥，那相当牛逼了。我自己天天熬大米粥吃，早上。叫二米粥，小米子，蒜苔炒肉，香喷的，越南没有啊，蘸酱菜，哎。啊，还在炒，这炒的是豆角炒肉茄子。这茄子咸不是？晃晃，汤有点少，应该是晃的水。看什么？你会做吗？不会。不会，会吃对吗？我这边又炒上鸡蛋，炒啥呀？非得整点仪式感，炒这么多干嘛呀？没有，就整个豆花，整个鸡蛋。这是荤油炒菜是最好吃的，荤油炒菜。我练出来了，我练你，我买。比豆油炒菜好吃。买200块钱那个。好吃啊，炒菜贼拉的香。荤油我也爱吃荤油。对。哎呀，慢慢的啊，你要给丢在地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丢在地下啊。嗯。这个就是不算是乱炖吧，再加点水，加点土豆就叫乱炖了。瞅着很有食欲啊，啊！今天开的花更多了，现在是8点，开始往回走了，穿过这个村庄，开始开往沈阳。小村庄，现在是黄火玉林呢，不让烧纸，天天查抓。哎呦，赤白杆好像丢了吧？赤白杆好像落了。我让小亮给我带回来。我说明我让带回沈阳就完事。看这个又有一个昨天晚上去世了，看这个是60多岁。嗯，下来了。哎哎哎，看这个，拿回来羊了，我昨天回来的，就离开了这个小村庄了。这马路全是花香的味道，全是杏花。这就不用去丹东看桃花了，这
花都看着了，看了这满山的荷花，太漂亮了，很香啊，走着马路上就是香喷喷的。这个是属于建昌最穷的这个一个乡了。山都是山地，没有啥那种好地，所以有的都种上树了，种地不挣钱，种上山楂树，一种都种几百棵。是小时候我的母校。现在被他们给卖给个人了，上学的地方。这边是个很有名的旅游景点，上面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洞啊？对了，一会儿带我老婆看孙悟空洞，呵呵，我们这还有个孙悟空洞。没有呢，看着满山的鲜花。靠那个山沟子点。没到呢，一会儿我告诉你。我老婆她妈给她发信息，说这里有没有孙悟空洞，有没有孙悟空住的地方。还真就有，呵呵，哎，一会儿带你们看，我们孙悟空洞在哪里？他们院子里养这个这种白色的花就是家姓，山上这种白色的花就是家姓，不是，是山姓。这个树就属于家姓，这个花家里院子里的家姓花，山姓就是只能卖杏核，收获卖杏核。快到孙悟空洞了，老婆，快到看孙悟空家了啊！孙悟空，前面，没到呢，等等，到了给你停车，好好看一遍啊。这里边就是有土产。那边上那个行动没到呢，等等，再往前走，等等啊，就那个，看到吗？就这个洞，孙悟空洞，对，就那个，那个，没看到，这里，这个。就正中间这个洞，看好没有？好了，走吧。真的不骗你。真的不骗你，不骗你，真的。现在长草了，那长了看不到那么大了。为什么没有水流工？